来来来，大家期待已久的炼金哈。那这游戏我是希望它不要这么单机啦，所以，要怎么讲嘞？我等一下先看一下，可不可以直接先讲里面的角色？这样子。我真的觉得它很可爱，但是。我们影片嘛，总是要有一点比较线上的那个感觉啊。哦，所以我影片会非常强调线上感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那个，可是他没有日期给我哎。哎，这边有928的庙情，我们先看一下好了。好，928的限时 UP。所以让姐姐来看妖精，不是妖精吧？那他就没有给我时间啊！真吵哎！哎，上次周书信配方啊，来这边看看一下杂货铺 system， 这边就有杂货铺。杂货铺可以直接购买英雄，把它购买杂货铺的东西。哎、欸，那今天有变化喽。那这边就是全部杂货铺的那个内容，这样子。对，我们今天有杂货铺好了。杂货铺谁等？信王可不可以先给我？魔法教室是什么意思？嗯，我先可以继续采集了。这是我一直跟你们强调的采集是等，超级棒的。不是啊，啊，啊是不会给我聊天室是不是？QQ 了我，那、啊、算了啦，先玩下去再说啦，不要吵。哎、欸，所以聊天室到底有没有？目前是没有看到。我希望之后可以讲聊天，看一下有没有聊天室，目前没看到。嗯，有点可惜。我点一下看瓷器可不可以找啊。